再来看花莲市民礼路有一间种上百档的海棠哦，也唔过最近一几档，即个树啊常常会破病，一排树啊的健康问题哦，地方是非常的重视。来到花莲市区的明理路上，在花莲平原甲明理国小路段的行道树，就是1909年，迄当时日本政府为着庆祝花莲港平原落成所种的琼崖海棠，地方叫伊做绿色饭坑，真侪老大人伫咧同齐成长。明理国小百年校庆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他们回来看到这个琼崖海棠，他们说哇，这些树越长越茂盛。光复之后，我们也是从小看着它，感情深厚，那是不言可喻了。工作表示，去年已经接到内政部核定600万元费，计划修缮百年，要应建完备台。施工前已经用液浆炭包起来保护老旧工程，会当在整修附近美乐溪和平公园。这边是很多人的回忆，也是维持非常的不容易后，那我们在未来我们也会整体的再来规划。那除了保护我们的老树后，更保护我们花莲人的记忆跟回忆。也唔过要照顾遮个琼崖海棠无简单，观光单位多年来用未少经费维护，也唔过大路车流对树根的影响目前也无法度控管，加到老树健康的上大隐忧。要维护老树的话，可能要减少相关的车流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未来交通单位跟一些相关的单位都必须要严密的去做相关的监控跟管制。光复农业署表示，琼崖海棠已经有900年，要安怎降低对琼崖海棠的扰动？地方有无同意见？尤其关系市区交通动线、甲城市规划，也爱相关部门会勘。记者综合报道。